接下来，任现绝空赤裸时，洞接法身王妙力。所谓的任现绝空赤裸时，这个譬喻就好像把烦恼、把分别念当成是滋养身体的食物，或者是燃烧火焰的柴火、新柴一样。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很好的灶，你要把火烧得很旺的话，你可以不断的添加柴火进去，你不断的添柴新柴进去的话，那个火会越烧越旺。同样的道理，当你如果真正的掌握新的实相法性的时候，烦恼分别再怎么样现起，它都成为滋养法身妙力的食物，它能够起到增上智慧的作用。所以越多的烦恼确实会多，比方说有五毒烦恼，但是因为你懂得转烦恼为本来智慧的缘故，你懂得法性实相的缘故，所以这个五毒它就真正在五智的境界当中获得解脱，或者我们说它就是转五毒为五智，五毒它就转一成为五种本来智慧。由于转一为本来的五种智慧的缘故，所以会展现出佛身佛智，佛身佛语、佛意，还有佛功德跟佛智慧等的各层面的智慧，各层面的功德。那么这个时候，佛陀法身跟报身的妙力就会展现出来，那么妄念现起的当下，他就得以解脱了所以这句话任现绝空赤裸时，应该要反复的去思维的。再来是洞接法身王妙力是指如果你有非常卓越的智慧的话，那就能够刨除烦恼。就像你如果有一把力非常锋利的斧头，那么怎么样子的树干或者是怎么样的杂草都能够被截断如果你有宝剑的话，或者是非常好的刀刃，这个很多的杂草还有植物呢，这些藤蔓都可以被砍掉。我们需要运用智慧的利刃去对治烦恼。第二天呢，他的机密让到阿拉拉上，特别他的他的那多，他虽然说他出发早，出发通知过来，那个你我家里那这里，啥子他说反正找个我有的，机密没吧，机密让到阿拉拉公路去办那的，我是差一点头，单一点通知通了，出发没吧。시기는늘빼놨다다다는게되면가봐강요나요너무무사무도무사되거나내사바체미까미라가나무나기성구요리참아그리니따르는거니그리메라무나무성인따르차요구요리대사를들으라对了，机密让到阿拉拉上，阿拉拉说的不要我的事，你到那这里，你莫会，啥话的，老张写写给他，没得错别吧，查什么的，哈里呀，他娘们，等于不打的事。接下来是无痕自净阿拉拉意思，所谓的无痕自净指的是不管是任何的分别妄念乃至于六俱是怎么样的现起，它都是不留痕迹而自解脱的，这个叫无痕自净不，也就是说贪也好嗔也好诸般的分别念，它现起当下是无碍解脱的，这叫无痕自净。就像是不再有人我之间的区隔，不再去区辨到底人跟我之间是有界限还是无有界限，如此一来你的对众生的无量的慈心将能够没有任何极限的加以展开，所有的众生像在你的面前朗朗的具现，就像是在镜子当中的影像这样子，任何的念头间没有阻碍的当下解脱，我们称它我们用一个词叫阿拉拉来描述它，意思就是说非常好非常好。怎么样的非常好呢？
现起的任何念头，在他的当下基础之上就已经解脱了，所以没有任何的利害可言。达到了这样的境界的话，是一种修正已经很有火候的标志。所以他说非常好，就是用阿拉拉这样的惊叹语来描述如此的修持境界。僧如大地，长养善法功德，供养僧宝，功德殊胜难量。慈悯众生，常施烟供、药供。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人都有身体，有身体就会生病，所以每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所以生命天使台提出来，大家多放生、多吃素。更重要的，我们去护持全世界在修行的出家人，特别在贫穷偏远的地区。那佛陀说，这个是长寿无病更好的方法。进一步呢，我们也做药师烟供啊，布施药给那些可怜的孤魂野鬼，也可以让我们长寿无病。所以愿大家除了多运动、吃素放生、多供养出家人医药、多做药师烟供，帮助那些孤魂野鬼，愿大家都健康。阿弥陀佛。中华护生协会与您一起关心生命，慈爱众生。护持账号：4213-8483，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生命电视新竹吉祥书坊举办传授八关斋戒、现实供、护生、佛学讲座暨财神法会，恭请暂时法师主法。日期3月8号星期日上午9点，地点：孟竹国宅军工里活动中心，地址：新竹市东区建工一路49巷14号2楼，联络电话：03516-5832。03516-5832，上午8点于新竹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现场备有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书写，当天备有100份发财米与众结缘。有些小朋友啊，咳嗽的时候，我们要怎样注意咳嗽的礼节跟注意事项呢？小朋友知道吗？如果你有口罩，要先戴口罩，然后如果没有口罩，我们就要拿卫生纸粘住口鼻，不要让你的飞沫散出来啊！如果连卫生纸都没有怎么办？那就是要用袖子。我们就请一位小朋友来做个正确的示范。当你没有口罩，那我们就要拿一张卫生纸。拿好卫生纸，然后捂住鼻子还有嘴巴，收起来之后呢，好就可以丢入垃圾桶了。咳嗽呢，要记得捂嘴巴、戴口罩、洗手。小朋友都知道了吗？知道。羊很喜欢干净，对，对对，你看那个他在吃草的那个饲料草，对对，如果有一点那个有几颗羊粪在这里哦，那里的饲料他就不吃了。真的？嗯，以前我们也是在养那个买卖啊，那种啊，就有这个缘分哦，就接触到我们的生命协会，他就让我们。养着我们就转型了，就以前哦流传下来，我们这边的地形和那个土质是恶地形，
所以哦，养羊起来的，那它的运动量也够了，啊，那个元素哦也比较好，所以我们的羊肉就在以前六村下来就很有名的，田寮的羊肉，对，你看那个二地形的山哦，那个都有盐分呢，啊，它都要喜欢羊，就需要那些矿物质和那些元素。哎，它会出那个土呢，如果放矿物出去啊，它会吃那个土啊，那个羊也比较健康，比较好养。哎，做买卖那个羊的时候，那个也不好了，生意也不好了，因为那当时哦很便宜啊，羊脂很便宜啊，啊，所以放在这里要辛苦。那时候在养的时候都没有那个田，都要去那个弄那个杂草回来给他吃啊，都会比较热，比较辛苦啊。那时候也不会赚钱，你要养太少也不会赚到钱。啊，所以有因缘际会之下，就遇到那个海涛法师，他们说要这个放生了，我们就不然这个以前哦，在建设的时候也花好多钱呢、啊，不是我们自己建设的啊，就让给他们，那他们用养在这里让我们管理这样。咱人弄会去的高度，像这边清洁伊的大便，还是大便就觉得较清嘛。啊，你若用啊足低是咪，咱人要清洁嘛，无机啊，氧气无要足歹清啊。这一早若较济，有的是拢得爱久久啊，请一间山猫啊，去吐出来呢，泡打。啊，咱若家己有园啊，看要用去园啊用，还是有人特别种菜。这也当做肥料了。对啊，对啊，有机会。啊，透早了啊，你就是爱环境爱整理嘛，吼、哦，啊扫扫的，啊添水，啊看顺看个羊啊有堆一只，有啥物像会艰苦破病，因个羊啊上好看，你若参像用料落，伊袂来咧食，伊无爱食，就是表示伊一定有状况啊。哎，你就爱甲顺安尼尔。啊，你若下晡时啊，下晡时啊就是爱去铺草啊，啊当啊剪啊换饲草啊安尼啦。一天的作息就是拢固定爱有安尼。透早这顿吼，咱啊透早这顿拢是用饲料，啊，连咱落来酒糟，这拢咱花里用来啊，互伊食。啊，我下晡时啊吼，就爱去铺草啊，当啊剪的啊，下晡时啊去当食草啊呢。咱这羊仔咧食是食安尼尔，感我感觉羊仔真好命啦。咱人来，咱人来，你安尼看啦，啊去种草啊、割草啊，当后去食，可以直接会当像咧做快乐自在呢。迄个吼，咱嘛是爱，因嘛是当做福报啊，吼。那边哦，如果冬天的时候就有北风，就比较冷，就会放下来，那边的风不会进来啊。那羊比较怕冷还是怕热？应该是比较怕冷。他如果没有生病，还是无受伤，哦，伊就会当头几十担个啊。我嘛希望讲，大家若会当算作有迄个心吼，啊，就放心，莫搁甲抬啊，莫那种一个羊啊，嘛是互咱饲久吼，会感觉像足古锥啊，足可爱呢。咱要去遐抬，我嘛是会唔敢啊，安尼嘛是当作像咱厝边个家人安尼，啊，咱找会当家庭拢足圆满安尼吼，嘛是感觉真好啦。